当时你要 encoder X64 edition。我们音票啊，其实同音票吼，这英语吼，最二点较困难。那么过去咧学这个国语的时候，这波波摸我发明这波波摸，我是感觉讲我算天才啦。因为这波波摸吼学起来吼，咧学这北京话，是这个发音。比如讲有无的无吼，你用波波摸用 R O O E 我都发起来。你讲有一个无哦，无就是无呃无，迄个无的发音嘛。所以要用这个单纯的这个做16:54的这个波波摸去音调来做代音哦。这字母啦吼，这字母无够。那么过去我这段时间吼，打这合作的合运运吼，这律师的律的就乐运运吼，有运，你律师的律才读得出来安尼吼。这个 U 加一个我比 一吼，这20:5725:2826:5826:5826:58